就是为了落实环保政策呢，啊，这个贯彻呢，啊，垃圾不落地的一个目标，啊，苏澳成功所呢，从今年的九月一日起啊，啊，这个原来定点在苏澳清洁队后方的那个定点的垃圾车呢，我们把撤除掉，不让人家在这边的丢弃垃圾，因为登记来吼，啊，发觉到真侪民众啊。啊，拢无守规矩啊，像一挂垃圾物啊，嘛无分类吼，直接的，啊，拢拼伫遮，啊，造成的这个啊臭气冲天啦，啊，附近居民呢爱在呢提出来一个抗议，啊，所以讲咱但是呢，咱为着上下班族的丢弃垃圾的方便啦，咱伫锁定的，包括这个啊所有市场、新马市场啊，甲所区议会对面啦，有三个定点啦。拢有二十分的时间呢，和大家来丢弃垃圾吼。啊，另外在暗时啊，包括一二四五日啊，这五天呢，啊，咱伫这个育才路啊，跟中正路口哈、啊，起点遐嘛有这個时间呢，和大家呢来丢弃这個垃圾吼。啊，最主要就是讲，咱有建立迄、那个建制啊，就是讲宜兰垃圾车 APP 啊，不管你用手机还是电脑呢，只要下载呢，随时可以掌握呢。啊，垃圾车呢？啊，即时的一个动态吼、哦，所以讲你通啊找到垃圾被行进的所在来丢弃你的垃圾，我想帮咱大家呢啊共同来恢复咱环境的清洁啊，共创一个健康的新苏澳。